מהבוקר מדינת ישראל נמצאת במלחמה. היעד הראשון שלנו הוא קודם כל לתאר את השטח מכוחות האויב שחדרו פנימה ולהשיב את הביטחון והשקט ליישובים שהותקפו. هذا العقاب آت حتما بإذن الله تعالى ولن نتحدث كثيرا فالكلام غدا لسيد المقاومة Order.各位好，欢迎收看以哈战争一周年特别节目，我是万俊，在我身旁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您好。万俊你好，大家好。10月7号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一周年，袭击引发了以色列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行动，那出兵攻打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至今已经造成了当地超过41000人死亡，战事还在持续蔓延，已经来到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朗，是否会拉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警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正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晓宇，在黎巴嫩现场的我们两路特派记者曹杰、金亮，还有在伊朗德黑兰现场的李瑞，了解中东最前线的战况。而以色列这次是铁了心来搅局中东，从精准打击真主党，瞄准美国大选前夕的窗口期，以及拿捏伊朗浓缩铀浓度尚未达到核武器的级别，如何来解读这个时机节点呢？今天在北京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将会和郑浩先生一块儿为我们带来关于以哈战火燃烧中东的最新解读。我们先来看一则短片，回顾以哈一年来的战况。哈马斯跟以色列持续一年的冲突始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右派武装分子越境袭击数十个以军据点。多个犹太平民社区以及一个户外音乐节共计造成1200多人丧生，并掳走大约250人。以色列随即向哈马斯宣战，大规模空袭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随后从地面攻入加沙，攻势并从加沙北部伸延到南部，又以由武装分子窝藏为由攻击医院等民用设施。以军行动至今导致加沙超过41000人死亡，近10万人受伤，19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地区66%的建筑受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一年之后，以色列将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北部的黎巴嫩，和黎巴嫩真主党持续的交火。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本台特约记者胡晓宇。晓宇你好。安军你好。晓宇，以色列目前开启了多线作战啊，是否是内塔尼亚胡一意孤行，内部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还有多少名的人质目前是被哈马斯扣押呢？目前正好是10月7日一周年，以色列当地有很多的一些纪念活动就围绕这一周年的事情。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政策的话呢，我们当地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民众支持他。现在以色列国内的反战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就是有一些左派的社会活动家活跃的那种程度以及受到响应的程度比以往的几个月，特别是在去年，就是两种观点之间斗争的司法改革的时候要弱得很多。目前的话呢，以色列就是推进这个在黎巴嫩的地面军事行动，在军方其实有很多人相反是认为这个军事行动开展的实在太过于晚，以至于北部6-7万的民众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都没有能够回家。所以不管是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国防部长加兰特，还是就是参谋长哈列维，还是以前的那个进入到就是临时战时内阁的甘茨，他们都认为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相当于过晚。但是呢，我们从总理府以及是一些民间的一些战略研究学者的话呢，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恰恰是就是按部就班的在推进战争，他需要在加沙的战事稳定到一定程度，不再那么强烈的时候，转而让加沙进入到一个反恐时期的时候的话，他才会开展在北部的地面行动。因此的话呢，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说是加沙战果的一个推进。
并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媒体借此次的这个10月7日一周年，更多的关注力在于加沙尚未有101名人质尚未能够救出，所以呼吁国际各界和媒体的话呢，对他们能够更多的关注，也能够施加影响力的话呢，让哈马斯能够早点能够将他们释放出来。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这边的媒体在讨论这一事件的时候，有更多的反思，如何防止这一惨剧再次的发生，是他们值得深思的。那与此同时的话呢，他们认为世界各国对于他们的理解也是有所欠缺，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每天30-40枚火箭弹不停地攻击自己的国土而不做任何的反应。好的，万钧。谢谢小雨在前线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地面进攻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人丧生了。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目前正在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本台特派记者曹杰。曹杰好。欢迎，你好。曹杰，相比起战况，黎巴嫩的人道危机可能是更迫在眉睫的情况，你在当地有哪些观察呢？没错，王俊，那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多钟，按照我们最近几天的观察，在贝鲁特的南郊大概过了下午5点钟之后，就会有以军的袭击，而且连续多天都是这样一直持续到深夜，这就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状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背后呢，好像看起来比较正常，那是因为在南郊呢，包括一些基督社区还算是比较平安，但是很多之前遭打击的冲击地区的，我们之前拍摄到的画面呢，已经是一片狼藉，而且是惨不忍睹，这就是个事实。那放眼整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现在的情况都是这样。黎巴嫩政府现在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能够呼吁更多的国家参与调停，希望同以色列呢能够至少实现暂时的停战。但是呢，看来现在这个黎巴嫩方面的官方的政府的声音呢，没有太多人会重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持续的这个冲突局势，那导致黎巴嫩已经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从南边往北边中部来涌入，所以给导致的包括贝鲁特在内的多个主要的城市呢，现在的这个运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其实在去年这个时候，我就在以色列，我在看到了当地南部农庄遭到袭击，也去了北边看到了当地民众遭遇到了这个真主党的火箭弹的威胁。但其实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在贝鲁特南郊也好，还是在黎巴嫩南部也好，看到大批的这个难民在街头无家可归，大量的房屋倒塌，甚至呢硝烟的味道呢一直都在这个城市上空盘旋，而且还有以色列的无人机在上空呢是24小时的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就是当地目前的状况。总结在一起呢，人道主义的这个危机问题呢，的确需要尽快获得多方的重视，尽快的实现停火，但是看起来现在还是挺难的，尤其在贝鲁特，多数人还是支持真主党继续同以色列方面对峙，这就是现在一个实际的状况。完全好，谢谢曹杰给我们带回的最新的介绍。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一周年之际，随着战事的推进，以色列目前正在面临着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民兵、也门胡塞武装，还有伊拉克民兵以及朝伊朗7条战线同时作战的境地。以军近期在加沙的行动有所放缓，但仍在加沙控制着几处据点。6日凌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座清真寺和学校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6人死亡，93人受伤。然而，以色列又将重心瞄准黎巴嫩的真主党。以色列在9月28日宣布杀死了包括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内的10位指挥官，并于10月1日对黎巴嫩发动有限地面攻击。黎巴嫩通报，自6日晚上开始，以军发动了超过30次空袭。为了报复以色列杀害伊朗高级指挥官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伊朗1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将近200枚导弹，这是伊朗在以哈冲突爆发以来第二次对以色列实施直接袭击。而叙利亚作为伊朗的盟友之一，近年持续向真主党输送武器。10月1日，以军针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空袭，近日还袭击了俄罗斯在叙利亚西部拉塔基亚的空军基地。另一边，在伊朗的资助下，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组织联手，在过去一年对以色列多次发射导弹及无人机。9月29日，以色列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轰炸了多个电厂和港口。而在4日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去年的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之后，高举复仇旗帜的以军几乎将加沙地带夷为平地。随着战事的持续，中东多个国家或组织陆续卷入，目前已经形成以色列以1对7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如何分析现在的以哈战局的走向呢？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军事问题专家王云芬先生来点评分析。王先生您好，目前哈马斯残余力量还有多少？我们可以记得2006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惨败啊，那这次以色列多线作战底气有多大呢？哈马斯武装力量实际上呢，在哈以冲突之前，它的总体实力有6个人，经过将近1年的这个哈以冲突这个战争呢，现在以色列方面称已经消灭了大概1.7万人左右的哈马斯武装，剩下来可能还有2万多人，当然了，这2万多人呢现在已经被打散了，已经形不成了一个成建制的武装力量了。从军事能力来看，哈马斯武装实际上呢，现在确实已经被瘫痪了，特别是哈马斯武装的领导人戴夫，已经被以色列呢这个击毙了。另外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希瓦尔现在生死不明，有可能呢还在，但是呢，他们的这种组织体系、组织指挥体系已经完全被冲垮了。所以就目前而言，哈马斯武装它是基本上组织不成一个成建制、有体系、有效的作战行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地面冲突呢、地面进攻呢，现在已经开始了。首先经过一系列的空中打击，摧毁了裸露在地面上的前进纵深的装甲设施和一些防御工事。然后呢，地面进攻的时候啊，在空中的配合之下，找到了黎巴嫩地面部队的一些薄弱的环节，所以在前几天的进攻行动当中啊，已经深入到黎巴嫩境内数百米到1000米左右的这种纵深，那么相对来说比2006年呢要顺利的多，但是呢，还是目前来看还是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这个地面进攻行动啊，它的障碍物还是比较多的，另外有很多树木、烟草地等等等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还是可以利用地面的这种建筑物和自然生长的草木作为掩护。另外，经过多年来的这种防御工事的建设，黎巴嫩真主党的部队在这个前进纵深地带也挖了很多地道，所以也不是像以色列想象的那样进攻的非常顺利。谢谢王云飞先生的解读分析。以哈冲突持续，以黎战争升级，中东全面战争会不会近在咫尺呢？相关话题我们来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做解读分析。郑先生，您看以哈的这一轮战事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是四处在点火哈。那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一点，就是说似乎伊朗已经被全面拖下水了，那整个中东地区会不会爆发全面战争，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还有在下一步来看，同样也是逊尼派的，现在这个埃及啊，这个沙特似乎还在按兵不动，他们的考量是什么呢？中东爆发全面危机或者是爆发全面的战争，这种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啊。那么现在呢，以哈冲突还在延续啊，以黎冲突又爆发了，而在前不久啊，伊朗又对以色列进行打击。其实呢，伊朗对以色列已经进行过2次打击了啊，如果算上4月13号那一次。那么因此呢，从目前来看，以色列是信誓旦旦一定要报复啊，要反击伊朗。伊朗呢又说啊，如果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话，那么伊朗呢也会视情况啊，再次的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呢，目前这个情况呢是一触即发。现在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种隔空交战已经开始。那么什么时候以色列来报复打击伊朗，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呢，以伊之间的冲突正在经历一个可怕的沉浸期啊。以色列方面呢正在谋划啊，对伊朗啊4个目标，至少是4个目标进行打击。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一个呢就是军事目标，炼油啊，就是石油目标啊，还有的就是浓缩啊，浓缩油的核设施。另外呢就是定点清除。那么以色列方面呢现在正在计划，看一看怎么样啊来打击这个伊朗啊。这4个目标有没有可能同时进行？也有可能啊，复合式的打击。但是呢，我相信呢对
伊朗的啊核设施的打击恐怕是最后一个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现在整个的中东的局势啊是一触即发。你刚才问到为什么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啊似乎是按兵不动，其实呢这里面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盘。埃及和以色列是有外交关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以哈爆发冲突之后啊，埃及也好，沙特阿拉伯也好啊，一直呢都反对以色列扩大战火，同时呢也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援助，人道主义援助。这方面的话，埃及一直是作为以哈斡旋谈判的主要的一方啊，参与了临时停火协议的各个阶段的一些谈判。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呢，应该说啊，自从两国在70年代建交之后啊，一直呢是处于这种虽然有矛盾啊，但是呢不会爆发这个冲突啊，这方面的话，这个大家都也看得到。而沙特阿拉伯方面呢，更加微妙，因为沙特阿拉伯呢，其实呢，他对哈马斯也好，对伊朗也好啊，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可以说也是有很深的一些矛盾。是，沙特阿拉伯一直也不希望啊，伊朗在中东地区做大，所以呢，各方面出自各自的利益的考量啊，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啊，所以呢，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中东地区整个形势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谢谢郑浩先生解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东的局势仍然有诸多的不明朗的因素在前方等待着。我们持续为大家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目前来看，以黎局势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多国安排了包括协助公民撤离黎巴嫩，还有当地黎巴嫩人冒着风险逃往叙利亚。عايشين بجنوب south بالغزية غزية ودمروا الغزية ودمروا الجنوب ودمروا إيه definitely I was in the south I lost my house my kids lost their rooms our clothes but it's fine life goes on I wish the best for Lebanon 我是从香港过来的哈、啊，感谢祖国安排包机带我们回家战火无情国家有爱。以军在7号下午称，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目前黎巴嫩被困侨胞以及难民的情况如何？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贝鲁特现场我们的本台特派记者金亮。金亮好，目前黎巴嫩境内的交通管制情况如何呢？是的，范军。事实上呢，黎巴嫩目前的这个境内的交通啊，并没有实施特别的一个管制措施，只是现在呢，想要出境的人显得是非常的多，那希望能够尽快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但是由于这个以色列持续的这个轰炸呢，对于机场的正常运营还是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影响，所以绝大多数的这个航空公司啊，或者是选择停飞，或者是减少了这个班次。就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首都贝鲁特的这个机场呢，当地最大的这个航空公司中东航空呢，现在的出境的这个票啊，是一票难求。就比如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就是飞巴黎的这个机票，那本周的票呢已经是完全的售空了，甚至连下周的这个票呢也是全部都没有了。那这是航空方面啊，而陆地方面呢，我们知道目前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这个以色列和真主党正在激烈的交火，所以通往南部方向的这个道路呢是被这个黎巴嫩的政府军事所封锁，是不允许前往当地的。不过反的方向呢，从南部通往北部首都贝鲁特的这个方向呢，还是暂时畅通的。每天有大量的这个难民呢涌入贝鲁特，而向东的这个方向呢，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个边境口岸呢，一条主要的公路在近日也是被以色列军队炸毁了，造成了这个车辆的通行困难，这也让很多想要逃往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呢，只能是通过步行抵达。所以目前这个黎叙边境的口岸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聚集了大批想要过关的人。那根据这个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自从这次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升级以来呢，已经有超过了10万人从这个黎巴嫩越境进入到叙利亚。万军好，谢谢金亮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以色列瞄准了真主党更大的目标，直指伊朗。那真主党作为一个总部于黎巴嫩的什叶派的政治运动的组织，自成立以来，伊朗向其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的武器。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对比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力量。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2023年军事力量对比报告当中显示，从军队人数上看，以色列拥有63.45万的现役以及预备役人员，而伊朗的军队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至少拥有96万人。而在武器装备方面，以色列的远程弹道导弹最远可以达到6500公里，拥有至少388架的军机，而伊朗呢，拥有至少12种弹道导弹以及近7000门的火炮。而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美国已经通过立法向以色列提供了至少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以色列对伊朗报复箭在弦上，而伊朗曾经在六号宣布取消全境机场的航班。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伊朗现场本台记者李瑞。李瑞好，伊朗当局会如何来应对可能的报复行动？目前来看，民众对于现状恐慌吗？好的，万娟，当然现在伊朗是严阵以待了。比如说昨天晚上伊朗航空组织刚刚宣布，就是晚上九点到今天早上的六点所有的航空班都取消，这就是提前预警。而且伊朗防空部队呢也是在随时待命。那么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呢，军方消息人士称呢，伊朗已经制定了多种回应以色列报复的计划，那么有多种的目标已经在他们的清单当中。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呢将会马上做出还击。同时呢，在今天呢，伊朗的美元对里亚尔的汇率还在持续上升，金价也在上涨，这也显示了市场的忧虑。不过呢，伊朗的街面上还是非常平静的，老百姓呢是有一些担心，但是呢并不恐慌。那么在他们看来呢，这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此外呢，今天伊朗呢还会召开就是纪念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一周年，那么各政要和军界人士都会参加，我们会在那里进行报道。还有伊朗就进行大的动员，也就是明天呢下午呢，伊朗将号召民众在巴勒斯坦广场聚集，在那里呢来纪念这个纳苏拉，同时呢来准备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好应付以色列的任何挑战。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消息。谢谢李瑞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解读和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乱局还在持续当中，到底谁能够熬得住以色列这样一趟战争的列车呢？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来听听郑浩先生的看法。郑先生，其实外部都在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时间点其实比较敏感，确实是美国大选在即了，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和以色列特别是拜登政府和内塔尼亚胡之间这个关系也比较的微妙哈。目前来看似乎拜登正在失去对内塔尼亚胡的这样的一种掌控的感觉，至少给外人感觉是这个样子。那在大选之后，无论是哈里斯也好，或者是特朗普上台也好，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改变更多的中东的局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同样在中东问题上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劝和促谈，也促成了多方达成了北京宣言。那么在中东这个局势问题当中，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哥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非常大的一个题目啊，我们简单来说吧，就是从以哈冲突一周年来看啊，至少有两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一个呢就是，一旦以色列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决定了的事情啊，任何人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力量啊，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都难以阻止他来，对哈马斯也好，或者对黎巴嫩真主党也好进行打击报复啊，这一点呢是肯定的，就是没有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力量，从目前来看能够阻止内塔尼亚胡和以军进行这个战争啊。第二一点呢，就是美国虽然在从中能够发挥一定的一个作用啊，比方说它可以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把战火蔓延，不要现在就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但是呢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啊。同时呢，美国非常担心自己呢被直接的卷入到可能未来地区的全面的战争当中，所以呢，这两点来讲，实际上呢，让美国也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他一方面要阻止内塔尼亚胡不要把战火蔓延到中东各个地方但同时他也无能为力而且他也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内塔尼亚胡来改变他的开动战争机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说到中国的话，中国的作用非常特殊从战火燃烧的第一天开始。其实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中国政府的立场非常鲜明，就是各方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中国一直主张两国方案解决以巴之间的矛盾。在战火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呢是坚决的反对以色列扩大战火、滥杀无辜，同时呢对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而这个援助呢还在持续当中。中国政府无论是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的发言人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只要谈到当前的中东局势，就呼吁各方立即停火、立即谈判执行相关的停火的协议等等所以呢一直呢在做不懈的一个努力。但是呢，中国呢是否能够
停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是，恐怕呢，我们也能非常清楚啊，当前这种战火的这种蔓延扩大啊，有可能继续下去，仍然需要国际社会及一切力量和智慧来阻止战争进一步的蔓延。谢谢郑浩先生的解读和分析。到目前为止，中东全面战争很可能会将一触即发，寻找和平曙光是迫在眉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以哈哈之战一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将为您持续的带来最新的消息，也敬请关注。失去或拥有都由不得我抖着双手，拼命握紧那却徒劳无功的深深的火。